你这个大色狼，当众耍流氓，我把你发微博臭名远扬。你脑袋是不是有病？把嘴巴放干净，如果没有证据，小心你自己的命。孙子，这占人家便宜，我看见了，赶紧道歉吧！不带我的阿走，快你妈道歉吧！好，我也在旁边看见了。这位年轻人呢，你也不要狡辩了，一会儿跟警察说吧。你们少他妈废话，老子光脚什么都不怕，我就碰他怎地？你能把我咋地？我就骂他怎地？你能把我咋地？看前面，尽是个泼皮无赖，待俺敢上前去，打你个落花流水！杀！哇呀！两位老哥，很准时吗？那西北人说话算数，钱都带来了吧？当然，一手缴钱，一手缴货，爽快。咱们就按市场价，15万一公斤，有多少货？俺这一共是20公斤。20公斤多少钱？计算器忘带了。你们会算吗？宝哥，您会算吗？哥，这咋弄呀？咱不能白跑一趟。只要是咱二舅活着多好呀！咱二舅是大队的会计，我绝对会算账。个瓜怂，数学还不如我呀？咋了？当会计我是三舅。你23都不分了，你看你瓜成啥了？那是把你我错了。龙哥，你这附近有大学吗？说着了，出门左转，放个屁的功夫就有一大学。那成，让我去弄个大学教授来给咱算。这招靠谱，又没有兄弟们帮忙。不用，俺俩就够了，你在这等着。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事情来得巧，千军黄土成功劳。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，我是江东万丈高，我的高原高原上，我是高原不对，45分钟踢的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对得起观众吗？把咱们特点都踢出来了吗？前锋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下半场你只许射3次门，两脚立住，一脚横梁，明白没？知道，教练。这你们怎么回事？不跟你们说了吗？跟以前一样，只能输不能赢。你上半场跟大傻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梅西那任意球你护他干啥？不告你晚3.5秒移动吗？教练，我真躲他了。他缺心眼往我身上踢的，顶嘴是不？扣钱！你干啥呢？我告诉你，队长啊，你什么毛病我就不说了。你给我记住一点，下半场第86分钟啊，裁判会给咱们一个角球。那个赵，天气预报是什么情况？西北风3级，空气4度5。就这个天气啊，你发小球的时候给我用外脚背，
比平时给我偏6.8毫米，明白没？行，反正我拦一脚，顺着头皮过去不完了吗？就那意思。这么看不上你，我告诉你啊，后卫，上半场输你踢最次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起飞，要跑那么快，你把那个摩擦力给我控制在9.8牛顿，你给内马尔多创造点单刀机会，能不难吗？不是教练，内马尔实在太慢了，我已经很慢了，我都困了，我都。不，你跟谁激闹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能踢踢，不能踢滚蛋，没人换了怎么的？还，我手机呢？妈的，我急哪儿了？都拿下谁呀？教练给。最后45分钟啊，珍惜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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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走吧，走吧。走。去哪儿？太好了，我去那个八宝山游乐场。嗯，上来吧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有驾照吗？我有啊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带，我出来旅行，我放家里了。你没驾照，你打什么车呀？你不是我有，我没带。你通融，你让我，我着急，好不？那你这么的吧，你给我150。150你也太黑了，你黑车吧，那我不走。哎，姐姐，这120走。120也太贵了，我不坐了，谢谢啊。喂，姐，你干什么？是不是耍流氓啊？不是你，你怎么了，姐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被上一单乘客给坑了。你咋给我拉个地方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我都搁这待一天了，都饿死了，24小时都没吃东西。姐，我，你有吃的吗，姐？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这儿还剩了那个，那点面包。来来来，快谢谢姐。啊，你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嗯。那我走了啊。嗯。我求你了，你带我走吧！我公车司机再也不想干了，太他妈闹心了，这行姐。那你不用看我驾照了。什么驾照？钱都不要，你跟上。啊，上上，快走！姐，慢点开，我晕车啊！哎，你放心吧，我技术好着呢。哎呀，姐，谢谢你。乘客您好，欢迎乘坐本次长途汽车，并对我们服务进行接听。哎，你瞅啥呀？不忿呐！哎呦我去，不忿咋的了？你说咋的？我弄死你，信不信？瞅你咋的呀？脑瓜给你削不全的！别往里说这话，你我弄不了你。停！打啥呀？说吃饱撑的？知道我手里啥不？嘿，我店门口闹事，我他妈！你个瓜怂，数学还不够我？当会计的是29，连23你都分不清了，你看你瓜成啥了你？我是三九。哦，师傅，你刚才在……我告诉你啊，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瓦王爷也有三足脸，知不知道？快点，瞎呀！我爸哟！你是个大色狼。
秦州超人，你来打我呀！秦州超人，打我呀！我开远光灯，我超速闯红灯，你来打我呀！秦兽超人重出江湖。宝宝啊，你多大了还穿连体服啊？我自己做的，穿着回忆一下童年。我怕你尿尿不方便，我给你掏了个洞洞。哎，